大家好，我是早上在古海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广西北流白马这边一个风水宝地，这个地名叫美女踏龟蛇。今天带大家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。好，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欣赏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门户怎么朝上，我们在门户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。我们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同埋左右的护月煞。打开微信地图，在微信地图上找一下这个风水宝地的位置。这个风水宝地在广西北流白马这里，我们现在的白马镇。我们在白马茶心灌水塘附近这里找到这个美女踏龟蛇的风水宝地。上面红色标记这个点上就是这个风水宝地。这个风水宝地是坐身上寅兼杂庚，横塘在天盘上放辰水。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我们飞出去看一下这个风水宝地的整体外形。我们升高一下，看一下来龙。我们推到外面去看一下。我们在外面往白虎这边看一下，再看杀青龙位。我们飞回去看一下这个月星同埋这个来龙。在后面往月线底下看一下，我们在后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。我们飞个月线到前面去看一下，我们飞回去重新看一下月星。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下走向下。